最开始接触这游戏应该是20年前吧，从街机厅开始。我当时没有钱，我每天放学回家跑到朋友家玩，家里有人开街机厅，所以我不会为游戏币什么的发愁。第一次玩的话我就爱上这游戏了。我对拳皇吧也算是比较有感情，因为今年30岁了。欢迎大家来到 SNK 中国主办的拳皇世界封闭黑盒测试的现场。我们的目标也是让2017年成为一个拳皇年，全方位的服务广大国内的拳皇粉丝。刚才试了一下，就是那个霸神的技能，代入感还是很强。我觉得我们做拳皇的游戏，打击感和受击这个东西不做好，我们是不会让它上线的。现在拳皇世界这个场景给你整体的感觉是好、一般还是差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挺好的。